您为什么在这底下放一层竹篦子，又放一层铲子骨啊？是防止肉啊，粘在锅上，啊，别烧焦了。又跟您学一招。哎，你那个料下齐了吗？啊，这八冷八热我都准备齐了。这主菜是您准备的，我就不清楚了。是啊，当然是我备了，让你备你敢吗？当然敢。口气还真不小。哎，大妈，这盘子太漂亮了，是古董吗？那倒不是，这就是今天晚上咱们吃饭用的家伙。吃顿饭要用这么好的家伙，这顿饭一定很美妙。美不美的，你大爷打昨儿就开始忙活上。做顿饭还要忙两天啊？啊，当然。哇，太奇怪了。我还是得去看看我大爷是怎么做的。哎，你别进来，你晚上就等着吃吧。你大爷有个毛病，我忘了告诉你了。他做饭的时候啊，不愿意旁边站着别人看。哎，不让我看看，太遗憾了。那行，我还是去找小小聊聊天去吧。嗯，去。行，拜拜。看看这汤好了没有？我估计差不多了。爸，这汤真鲜呀！这酥燥肉啊，靠的就是这酥燥汤。这酥燥汤是不是跟一般的高汤不一样啊？闻出来了，那我问问你，怎么不一样法？您加了中药了。嘿，鼻子还真尖。我那里放了丁香、肉桂、砂仁、甘草、豆蔻、广皮、桂皮，一共九味中药。是不是每味中药的剂量都得精准？那当然了，你放多了真成中药了。那个根据不同的季节，那得调配，这里学问大。您给我说说呗。哎呀，现在哪有时间呢？有空再说。啊，今天啊，你是主宾，你呢要坐在主位，要坐北朝南，冲着门口坐。一等陪席的是我爸我妈，哎，坐在东边。我、你三哥还有劲儿他们，我们几个坐在西边陪你，我们属于二等陪的。有这样的啊？我又学到了一个北京人的礼仪，太棒了啊！来，妈，来，单位，请上菜。太丰盛了，太棒了。大卫，这道元帅虾卷儿还有那个香酥鸭方都是国宴上的菜，但今天的主菜呢是这个。哟，好香啊。嘿，这是什么菜啊？这道酥燥肉啊，是根据爱新觉罗溥杰先生的夫人啊嵯峨号写的这个《食在宫廷》里记载的。这道菜啊，是经过
加工改造出来的。话说当年呢，乾隆45年，乾隆爷啊巡视江南，啊，来到了安澜园，陈元龙的宅子里。这个陈元龙有个厨子，叫张东官。他烹饪的菜肴啊，使乾隆爷啊龙颜大悦，啊，就把张厨子带到宫里了。啊，乾隆爷呀喜欢吃味厚之物，这张厨子呢，就用香料烹饪了这道猪肉菜。因为张玉厨是苏州人，所以把这道菜就命名为苏造肉。北京城那卤煮小肠的祖上啊，那个小肠陈，当年就是以卖苏造肉为营生。大卫啊，这道菜呀做起来可不容易，光吊汤带做肉用时整整3天。哇，哎，大爷，您等一等啊。大卫，干嘛去？我大爷的菜太有文化了，全都是艺术品，我要把他们拍下来。大卫这孩子还真有心。哎呀，三儿，不瞧咱们家这手艺，这文化，把人求着教你都不学，说你这人范儿想学吧，爸不教，嘿，别挑事儿啊，我们家一个做的，一个吃的就够了。爸，要不您就多教教范儿。大卫啊，就凭你这态度，是吧？可算是孺子可教。那今天我就好好的给你讲一讲我们中国的餐饮文化。啊，说起中国菜呀，讲究的是色香味俱全。啊，我做的宫廷菜啊，这一路啊，最讲究外观、造型，还有色彩的搭配。你看，这鸭方、围配、香酿4种办法全用上。哎，咱就说这鸭方，底下垫着一层花瓣的这个黄瓜片，这叫以素为荤。嗯，啊，还有那个干烧灌汤黄鱼，鱼肚子里啊要放青豆、笋丁还有火腿，哎，这叫以辅料酿主料，啊，还有这道元帅虾卷儿，跟这个肉馅儿蛋饺，它搁一块儿，这叫配，要配出黄龙踏雪梅的这么好听的名字。大卫，你今儿真是有口福，今天这菜呀，好多呀都是当年我爸在国宴上做过的，今儿你都吃着了。我真的太荣幸了，大爷为了找大爷我还做了这么多。哎呀，这不算多，当年我爷爷呀给靖王府做了一回流水的满汉全席，上面飞的地下跑的，山珍海味一应俱全，啊，200多道菜，啊，吃了2天6顿。哇，这也太足够了。大卫啊，我们中国菜呀，分鲁菜、川菜、粤菜、淮扬菜，啊，各有各的特点和风味，啊，我先跟你说说山东鲁菜。嗯，啊，爷爷，您还说呀？行了，要等你爷爷把他这个菜说痛快了呀，这些菜都得馊了。大家吃吧，开吃。来，开吃！来，爸，动筷。哎呦，为这顿饭忙活了3天，要是没有大卫这一声好，
你都冤死了。我不跟你说了吗？借着请大卫，是吧？也让你解回馋，把全家人招呼回来热闹热闹。哎，老婆子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我炒的这几个菜，照以前比，有什么差池吗？你呀，别说了，你这老头子就这点让人服气。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可那手艺还在。哎呀，怎么说，照年轻的时候比，还是差着行势。哎，我这几个儿子啊，没一个争气的，可惜了我这身手艺，只怕是到我这儿就断喽。你别那么死心眼，我看凤这孩子悟性挺高，人也实在，你就把手艺传给他。我倒是想传，可是老祖宗的规矩不能破呀。